我不做了！哎呦，这是王爷最喜欢的花瓶。我就是想帮你们嘛。二姑娘，要是您不来，我们早都看完了。哎，你谁呀？啊，我是来做饭的。哈，新来的呀？新管事有没有教你规矩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给我娘做早饭的。哦。原来是二姑娘，您稍后啊，早膳马上就好。啊，不用，那个我娘只吃得惯我做的饭。什么？我说我娘她只吃得惯我做的饭。我的意思是我娘的嘴比较挑，不是我做的她不爱吃。<笑>既然主子的嘴比较挑。 那得老夫亲自出马了。您是二姑娘，这位啊是我师傅，我师傅之前啊可是那宫中的御厨，难得您能及他出手。不，我自己做就行，我自己做就行。您做您的，我做我的，看老夫的手艺能不能达到主子们的要求。 二姑娘，您要做点什么呀？哦，那个，有冬瓜、白菜和鸡蛋吗？有，我去给您准备。这也太丰盛了吧！这是什么呀？这道是橙皮鸡，以清鲜爽嫩滑著称，请四姑娘品尝。 比春江楼做的都好吃。不瞒四姑娘说，春江楼的厨子都是从我们这儿淘汰下去的。你还去过春江楼？哎，娘，你也吃，好好吃啊！这个。哎，你们也做炒白菜呀？哦，这道菜是二姑娘做的家常菜。我怕大家刚到这吃不惯，就做了几个菜。哎呦，这些谁爱吃炒白菜呀？ 佩兰，你放着，你放着，我们还吃呢。哎，佩兰，我刚才看见一个摘菜的大娘，好像用的是决明指法，这个武功现在已经在江湖上失传了。哦，我是不是太误你下菜了？不是，这儿的厨师也一般嘛，肯定还没你做的好吃。 这就是我做的。没有，我说错了，佩兰。虽然做饭比不过蔡师傅，但是干活一定能行。二姑娘早。二姑娘早。哎，别，大家早，大家早，这么早你们就开始干活了？哎，刚好我跟你们一起干。哎，二姑娘，二姑娘。啊。 您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是我想干。怎么能让主子干活呢？哎呀，我可不是什么主子。哎，二姑娘，啊，没事，等到新管事来了，我跟他解释，不会连累你们的啊。不是的，二姑娘，这椅子是千年乌木的，必须要用蜜蜡来保养。像您这样用湿漉漉的毛巾擦，全擦坏了。是呀，都擦坏了，新管事要不高兴的。是啊，那我。 二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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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我擦这个总行了吧？二姑娘，二姑娘，啊，又怎么了？这是南阳来的玛瑙，用抹布擦会破坏它的纹路，必须要用鹿皮擦才可以。是呀，要用鹿皮擦，要不然新管事要不高兴的。哎，有梯子吗？我擦房梁可以吧？万万不可，二姑娘。 该不会房梁也是乌木做的吧？那倒不是，这柱子是用朱砂调的色，
经过13道工序刷制而成，据说再也调不出第二次。这万一要是磕了？是啊，万一磕掉一块，新管事要不高兴的。新管事，新管事，哎呦，新管事还要我做什么吗？是呀，您本来也不需要做什么呀。我不做了。哎呦，这是王爷最喜欢的花瓶，这下新管事真的要不高兴了。是啊，新管事真的要不高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二姑娘，这些真的不适合您，交给我们吧。我就是想帮你们嘛。二姑娘，要是您不来，我们早都看完了。大哥，你说我对这个家还有什么用？哎，你别这么说。哎，不如咱们一起去跟他们学武功吧。嗯，媳妇，二姑娘，嗯，这衣服还没经过时辰，不能这么洗。这都是我家的衣服，我都洗多长时间了，当然知道怎么洗。二姑娘，嗯，你洗得好快啊。不仅快还干净呢。确实确实。走吧，我们去晾衣服吧。嗯。哎，你就在这晾啊，这不行，这里背阴，你应该去太阳下面。这是紫阳神功。哎啊，什么？真的有人可以用内力烘干衣服啊？烘干？用内力烘干的衣服不仅没有褶皱，而且即使你着急穿也不会耽误。最重要的是，用内力烘干的衣服有一股淡淡的阳光香味。二姑娘，你要闻一闻吗？我太没用了。哎，佩兰，哎，我不是死不死？别别别！你干什么？滚！你干什么？快滚！